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来记录一下我在新加坡参加美食展。OK， 今天呢是在 Expo 的 Whole Five 第五个展览厅，那还有就是台湾、亚洲还有泰国的一个综合亚洲美食展。那今天跟朋友一起来，然后来这边吃，那他也有试吃的，也有卖的，都很多，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台湾香肠吗？没有，新加坡香肠。哦，新加坡香肠。欢迎吃土豆吗？凉的高哦。啊，凉的高一百。你是用什么？不用这三个吗？还是你要加？哦。来，爸爸。Hello。苦茶油。给你们两个上车了，就准备来呀。你是谁？有，我去过你们餐厅拍片。所以这是盐水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何必啊？就是这样，多张件。马卡龙啊！哇、哦，好可爱哦！太可爱了！野狼没那么简单吧？好了，你说没有了。卤肉饭要不要？卤肉饭吗？卤肉饭要不要？老板，卤肉饭要不要？老板，好吃耶，卤肉饭。
块钱。三千克。这五十cent呢？五十cent，多了这个。有仙草没有布丁吗？昨晚刚来过，没有这样子。对啊。好，赶快点，黑点也要修了。我吃过哎，可是我觉得没什么用。没有龟龟吗？有没有鳕鱼香丝啊？有鳕鱼香丝吗？这个很难找哎 ，Oh my god！ 两块，两块钱四包，我觉得可以耶。这个是什么 promotion？ 没有 promotion， 吃到他们就吃。还可以煮螃蟹，这是卖咖啡，白咖啡，这是卖饼干，饼干，这是哪里的？日本的，日本的，可以试吃，原来是试吃的 ，OK。哪里有糖葫芦？你们在卖吗？一只都一只多少钱？在哪里买？按机器的 vending machine 哦，好酷哦！这台就是糖葫芦的 vending machine， 然后一只要三块钱，然后是绑你的信用卡付费哦。For free， 100克冰淇淋的。哦 ，100 plus， 还有卖韩国水饺哎。韩国饺子，它可以做马卡龙啊？没有，这个是鸡蛋，那个鸡蛋，那个鸡蛋球。鸡蛋糕。那章鱼烧也可以做喽？差不多像章鱼丸那种哦。那这个可以做红豆饼。有没有白兰氏鸡精啊？好想找台湾白兰氏。台湾的好吗？这不是台湾的。台湾的有台湾。这没有，这 A 1要喝吗？这六块，这二十块，多大杯？多大杯？好哦，啤酒。咸酥鸡跟鸡排，我不吃蘑菇啊。这真的在台湾的吗？有没有吃地瓜薯条？地瓜。哎，有甜不辣。再一个甜不辣，好。不。耶。那你要加这个吗？加多一点。耶、yeah ！好，感谢。好，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在美食展所花费的东西，有章鱼烧、甜不辣、咸酥鸡等等，然后这样大概花新币15块钱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也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